南无阿弥陀佛。无量寿经，无量寿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诸佛光明所不能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的经文。那阿弥陀佛是怎么样一尊佛呢？简单来说，阿弥陀佛就是一尊啊，超越十方诸佛的佛。我们看佛陀就说的，阿弥陀佛的威神光明啊，是最尊第一的，其他佛陀的光明啊，都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佛光来比较。所以阿弥陀佛也被称为呢无量光。一般都以为说佛佛道同，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，这个说法呢有一方面的道理，但是另外一面的道理啊，阿弥陀佛同时也是一尊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超越诸佛的佛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在无量寿经讲的，难道我们还不信吗？是吧？所以你要祈福，我们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有威神光明最尊第一的阿弥陀佛来护念我们啊，难道说还不够吗？再来第二句，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。现在呢，不止释迦牟尼佛这么赞叹，连十方诸佛都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你一般听到的药师佛啦、毗卢遮那佛啊等等啊，什么佛的好，也都在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。十方诸佛啊，都给我们保证的阿弥陀佛，那难道我们还信不过？如果说十方诸佛给我们保证的还信不过啊，请问啊，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事情呢？再来第三句，佛告弥勒，其有得闻彼佛名号，欢喜踊跃，乃至一念，当自此人为得大利，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这是无量寿经里面啊最后的嘱咐。佛就说，如果有人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得到大利，而且会有呢无上的功德。各位啊，这个不是小利益啊，不是小功德啊，是大利益、大功德、无上功德。你看这个无上啊，就是呢最高的意识。有一句话说，更上一层楼啊，就是呢你要更加的进步。所以有人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够，那还可以呢更进步，其实都搞错了。因为佛已经说了，念南无阿弥陀佛会具足无上的功德，就是到顶了，没有比念佛呢更上更高的功德了。所以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就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说法，因为你都到顶了吗？哪里还有更上一层楼呢？是不是？如果还有，那怎么会叫是无上功德呢？这释迦牟尼佛啊特别嘱咐弥勒菩萨要流通的，因为弥勒菩萨呢是下一尊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交代弥勒菩萨以后呢，他也要流通啊这句啊大力无上功德的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啊，其实我们能够念佛呢就彻底的圆满了。再来接下去啊，79页观无量寿经，我读一遍，佛心者大慈悲事，以无缘慈摄诸众生。这是观经里面啊讲到呢阿弥陀佛的心思。阿弥陀佛的心思是什么呢？佛就说阿弥陀佛的心思啊是大慈悲，大慈悲就不是小慈悲齁。阿弥陀佛大慈悲啊是无条件摄受救度一切众生，无缘慈。有些人说佛度众生要有缘，没有缘就度不到众生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但是这句话呢用在阿弥陀佛身上是错的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是大慈悲心，所以就算是无缘的众生，像无逆十恶，可能他已经冒犯了阿弥陀佛，但是阿弥陀佛的心是啊还是心心念念要咒悟他，这就是大慈悲啊，无缘慈，真的是一般啊所讲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呢阿弥陀佛会舍弃我们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呢我们跟阿弥陀佛没有缘，因为我们只要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慈悲的阿弥陀佛一定会照顾我们的。像佛说的，佛心者大慈悲事，以无缘慈摄诸众生。再来，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这段经句啊更加的殊胜，因为刚才说了阿弥陀佛的光明啊是超越十方诸佛的，但是这些光明是做什么的呢？原来啊这些超越诸佛的佛光是专门照着我们念佛人的。阿弥陀佛的佛光啊现在发到十方世界去，但是就是专门找啊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众生来摄取它，来保护它，永远都不会放手摄取不舍。马来西亚如果说呢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的佛光呢现在就到。新加坡啊如果说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，阿弥陀佛的佛光也照样到。甚至台湾、美国、中国、越南，甚至在非洲，如果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也照样会到。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谁能够说不殊胜吗？就太殊胜了。我们想象齁，现在我们念佛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啊就射下来啊围住我们保护我们，
好像呢那种明星啊在台上表演啊有灯光照射他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够得到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关注啊，真的太了不得了。因为我们一辈子啊，可能没有多少人呢能够看得起我们，但是阿弥陀佛呢，偏偏呢就是这么关注我们，全部佛光都照着我们呐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光普照。其他佛陀啊，佛光普照啊，我们得不到，但是阿弥陀佛的佛光普照啊，我们就能够得到。你看，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胜求不舍，我们念佛就行了。你不是要祈福吗？啊，佛光都照着你了，你还担心没有福吗？所以这个啊，就太简单殊胜了。再来，佛说，若念佛者，当知此人只是人中分陀利花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，当作道场，身住佛家。这是佛在观经最后给我们总结念佛的好处。佛就给念佛人授记说，念佛的人啊，就是人中分陀利花，分陀利花是拿来赞叹佛的。但是现在佛拿来赞叹我们念佛人，就是说佛认可我们念佛人啊是好人，是妙好人，是上善人，是稀有人，是最殊胜的人，这些都是分陀利花的意思。简单来说，念佛人啊是人类当中最尊贵的，所以你看就有观音世智啊这些大菩萨呢来护念，以后呢决定能够到最美好的净土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呢，念佛人呢是现当恶意的。你现在身份尊贵，有大菩萨护念，未来呢还有最美好的地方呢在等着我们。再来呢，净土山经啊最后一部阿弥陀经啊也有提到，我们看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功德名号，这是另外一部呢阿弥陀经的经文啊。佛就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啊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，第一个就是无量的功德，算不完的功德，再来呢是无边的功德，没有边界的，人人都有份，再来呢是不可思功德，不可议功德，就是说呢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就是没有办法想，没有办法说，就一个东西啊它大到无限大的时候啊你就只能说不可思议。各位啊你要知道啊，可以想得到的东西啊还是小功德啊，像有些人说在哪一天呢修什么功德啊可以增加几十倍的功德，这些都是呢可以想得到的，就几十倍而已，是有功德，但是呢是小功德，因为呢你还是在这个数目可以想象当中，是没有办法想到，不可思议的才是真正的大功德。那佛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。因为啊他已经呢不是数目啊可以算得清楚了，所以能够说念佛没有大福报吗？念佛才是真正的大福报啊。再来阿弥陀经说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守护念经。佛在阿弥陀经啊就三番四次啊提醒我们众生呢，要知道念佛法门啊是十方一切诸佛啊都在赞叹不可思议的，是一切诸佛呢所护念的。现在有一切诸佛护念我们念佛人，我们难道还不知足吗？今天如果说有一两个保镖保护我们呢，我们就感到有点安全感了，但现在呢是一切诸佛所护念，哇这个就太没有办法想象了，太安心了。所以要祈福啊就是念佛呢，就是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得到一切诸佛所赞叹，一切诸佛所护念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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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无阿弥陀佛，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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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阿弥陀佛。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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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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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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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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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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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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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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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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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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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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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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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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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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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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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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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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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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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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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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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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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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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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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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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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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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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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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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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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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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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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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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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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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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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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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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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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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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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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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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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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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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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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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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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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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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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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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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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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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
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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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